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要为大家测试的关卡是这个是苍穹惊雷。啊，这个很少开直播哦，第一次来开直播了。哦，然后这个要为大家来测试一下。哦，稍微看了一下关卡资讯的话，那个我看起来是好像用希腊是吃石头是可以通关的啦，好吧？好，所以这时候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先把石头收一收。好，石头先收一收。好，这个时间会大概累个大概15秒左右吧。哎，我怎么好像发现我没石头了？不会吧？应该是还有。哦，这边有400天的石颗哈。相信应该是硬吃也给它吃过去了。其他好像没看到，就算了。好，我大概要编的话是用希腊队，哦，希腊队。哦，当然正常队伍我不晓得会过，而是想到一个奇奇怪怪的队伍这样。哦，可以看到我用的是水蜥队。哦，当然中间配的这一支，这个是实战还没有相中第一集，还是一般通关的，好像没试过。哦，现在来为大家测试看看啊，测试一下这个通关的可能性。哦，大家在打字我是看得到，不过会比较慢这样，因为我讲话大概过了20秒之后才看到你们，你们才会看到这样。哦，可以看到我这边第一关哈，非常好，吸第一，怎么好像第一关就要吃石头了？这个希腊队就最怕是这样的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一开始被扁的吐血，哦，留下一只那个木妹就好，非常好，正如预期当中，我留下了一个木妹了，非常好。哦，珠子把它切开吧。哎呀，他打也蛮痛的嘞哈。哦，因为属性相克，对打他也不太痛了，说真的。哎呦喂，吓我一跳，昨天他被按住切掉。非常好，现在目前就那个双鱼的处境。哦，第二关强化盾，8万多滴血还好，应该是一次就把它处理掉了。八万多我就给他GG了。8万多，对。啊，吃石修就是要吃石头了，不吃石头在考虑什么？好，继续哈。血浪费我一颗石头。
好，非常好，我们继续通往下一关。其实我是想要临死啊。哎 ，shit！ 我看怎么又是骷髅头啊？嗯，个十百千万十万十万滴的血。嗯，其实我是想要临死。哎呀，这个是所谓的死性相克的意思，是不是？我吃石头啦！哎，他吸第一耶，这样玩可以吗？等我偷看一下后面关卡秩序啊。吃两颗了吗？啊，两颗。再打。我吃石头啦！我靠，没有连到五颗。哎呀，我又要吃屎。这个吸第一脚，因为希腊有点吃运气，这个要记得哈、哦。第三颗嘛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晚一点再研究看有没有临死的方法，直接转下去了。对啊，这个就是运气啊！哎，啊，刚刚，哎，算了，刚刚不天降，现在给我降成这样。八combo盾，哎，对啊，下一关哈。13598，我们可以撑一下，它是 CD2 的，那 OK。刚刚不天降，现在给我降成这样。八combo盾，看一下啊、哦，这个一二，这个平民转速有点困难的哈、哦。嗯，少了那个，哎，这个哦，帮他改一下哈、哦。妈，这边是一啊，红字哦，看到这边是一。为了避免我们再发生吃石头状况了哈。好吧，改下去。帮他改一下，5678，漂亮！哎、欸，好了，够了，我要留下一关用。好，第五关，火希腊，14186哦，因为我有东海龙王，所以血量是够的。强化盾在希腊面前是还 OK 啦。够了，留下一关用。好，第五关。67万，考的心急啊，还没到。这个有点吃屎的 tempo 了，对不对？哦，非常好，血量不够，第四颗就是继续吃，咱们跟他拼了。嗯，我想一下，我思考一下战术，因为现在技能全跳了嘛。非常好，血量不够。这个我看一下我的那个双女哈，现在是可以丢几颗？4颗，好，不要转。这是火吗？哎，这个不转，我想一下哦。60几万应该还好哎，我再跟他撑一下。
我没有为什么我在挤水珠啊？哦，好舒服的地道，应该是 OK 啦。舒服的希腊队，好，这时候，我 CD 四哎，这个轻松打的哦，200多万的血，印记要上，先来个这个小双鱼就好了，现在应该就没问题了啦。东海龙王先不急着开，那库伊拉应该可以提早开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 K。直接转的啦，不要跟他客气了。你跟他客气，但没跟你客气啊。好，这时候就可以示范一下库伊拉的那个功能给大家看一下。有没有看到？伊拉配库伊拉就是这么好用。我还没死，不会吧？这时候，我们的库伊拉还有的时候。就不要跟他客气了 ，Showtime， 啦，来吧，继续 ，Come on， 这是不是库伊拉就是好用在这里 ，Come on baby， 哇靠，好像在抓痒一样，Showtime， 非常好，这个可以转几颗，我们看一下。Come on， 这个库伊拉就好用在这里，这个库伊拉就好用在这里。哎呀，好像在抓痒。看来我要举一次石头了。哎呀，这个有点悲剧了，有没有？那个回音可能是我那个 notebook 发出来，我把声音关小声一点。我要举一只石头，哎呀，这个库伊拉的威力有点出乎我意料的，怎么那么软啊？好，我们继续吧。现在就是尽量制造高康博。6颗，好，继续来。我这时候记得那个印记千万不要断，不然刚刚就白打了。好，转吧 ，last 斗啊，不是 last 斗啦，就是最后一波的小爆发了。我们应该再撑到东海龙王再一波了，好不好？第几颗？第5颗了吗？好吧，15颗，还好，以前十几颗都吃过了。
等下我刚忘记切关卡，我好像是 CD1 哦，啊 CD2， 刚这个希腊也忘记开了，算了，好这边更正一下，好这边是2，嗯，吐血了我。现在就是尽量打就对了，尽量打就对了。好，哦，印记不能再上了。啊，不过这个连五还是必须的。尽量打就对了，尽量打就对了，尽量打。哦，希腊就有一点运气就在这里。好吧，第六颗该吃的还是要给他吃一下。是六颗嘛，应该没错。哎，哦，有位观众说得好，拿石头打他，对，打他妈，是妈还是妈？这个四颗，我们再累积一回合。六颗嘛。观众说好，哦，现在印记已经上了那个2.2倍了，东海龙王来了，再来吧，多来几颗没关系，他，啊，现在没有库伊拉了，所以就不用看了。哦，这边我们就稍微叠一点点珠这样。哎，叠错了。错误失败，千万不要学。好了 ，K 掉就好了，六颗吧。好，非常这个好像不是很顺畅的打法的一个示范。六颗。错误失败，千万不要学。好了 ，K 掉就好了。六颗吧。好。非常好，嗯，非常好。以上这个是60，这个希腊用石头打，这个是宙斯他妈，哦，那口部的那个妈，对，用石头打他的一个示范。谢谢大家的观赏。好，哎，有人说拿宙斯去打，哎。这个主意不错，哦，但是我没有连 CD 耶，不要害我好不好？我看一下，他那口部的那个嘛，对，那口部的那个，对，用示范打他这个，谢谢大家示范观赏，宙斯，谢谢大家的观赏。哎，有人说拿宙斯去打，哎，有人说拿宙斯去打 CD 二四，我会死掉了，好了，不要害我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哦，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，好，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谢谢大家。